我有一项特殊技能，力大无穷。月哥，你这箱子太沉了，太沉了。有这么夸张吗？对，我来试试。试试。哇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我才用了五成力，真是厉害，我真羡慕你。嗯，极限挑战第八季，一起挑战，齐心协力。月哥，你这箱子太沉了。露馅了，露馅了，赶紧跑吧，走走走。各位极限挑战的新成员，欢迎来到第八季。今天我们整个游戏的主题叫新老破冰。玩游戏真金币，我要赢。你要赢，你先过我这一关。但我俩人划船比不过他们呀。谁会划？我也不会划呀。我们去玩三个人的，怎么样？天上掉馅饼，哪有自己去抢的呀？为了十个虚拟金币，上一季都录完一季了，我都没有碰到过这么离谱的这个奖励物。本周日晚，东方卫视倡议百分百极限挑战第八季，敬请关注。有些人为生活而挑战，有些人挑战就是生活，不惧困难，一路向前。极限挑战第八季，我是王迅，我是岳云鹏，我是贾乃亮，我是郭京飞，我是黄明昊，我是黄景瑜，我是杨超越，我是龚俊，一起挑战，共享未来。